世界到底有几大？其实可以无边界。在玩具迷的脑海里面，总会有侵略地球的外星人，成千上万乱群集结。不过在紧急边缘，正义一方亦会出动，他们一定不会孤军作战。驾驶住可以分体的巨大机械人，还会有灵活多变的战机。小的时候拿着一个机械人玩具在手，怎都会幻想过在基地紧急出动的一刻。超科技的变形合体机械人和外星人上演热血的决斗，4月29日起在青衣城一期二楼奇趣天地开始展出由资深玩家倾力设计打造 Diaclon 大型情景冲击巨大之魂，来这里一起重拾玩玩具的乐趣。 Diaclon 是属于小朋友亦是属于大人的世界。 You are watching Toy Series。